都很喜欢这个清净法身佛，就是说也可以度化他们。你看他们还在家每天早上跳哦，他俩心情很好哦。你听到这个歌，他的音乐很好的，还会给你的心境平和啊。所以我就写歌词来叫他们讲。你有悲伤哦，你自己泪水流出来哦，把你的那些轻松啊，平和了。我没有啦，我刚好遇到这首歌好听啊。天分啊！这种歌啊，它能够给你的心情平和的嘞，整个人心情啊就清爽。而且老人家又要简单的就可以。消业障。男人不要站在后面了。我们听这种，我们是打来打坐的。哎，没有电话。我是摸掉出来的吗？好好。啊，肉多一点，肉尖就很好哦，简单。我哥哥也是瘦尖，是单子。好吗？他是长腮很多。瘦尖我们不一定多坏事。对呀、啊。